反正一时半会也出不了院。好，快睡吧，熊宝宝。别再应承了，反正这个班咱们上不上也是无所谓的。行吧，一会儿你妈又该查房了，又要视频什么的，我还是在那边比较好。别瞎话，别打。像那种在大山里面修炼的绝世高人。
会深爱了我的，到时候你怎么做都不对，对吧？那你放心，这些细节我们都可以聊。当然了，夏沫现在的状态。拜拜。曲线，腹部要像钢铁一样坚硬。二，一，休息一下吧。行，夏总，说那是人家公司的事儿，咱们现在聊的是咱们公司该怎么跟人家品牌商聊。听我把话说完，后期成片处理一下。等。